今天呢，我们这有大集，去干大集去了。干大集走的有点累哈，累了回来睡了一觉，睡了一觉呢，就视频拍的比较晚。那么我们这个变压器呢，也接近收官了，也就是说现在还有一层，不是一层啊，还有个500多掌的需要4层，那么就是高压钥匙最后一层。就是第四层的高压钥匙柱，我们把这个20芯片夹在中间，是吧？4+3，这种钥法。那么到最后一层以后，我们就不用考虑这个线下面支撑的问题了，我们就可以什么，把这个线向里挪，是吧？向里挪就是挪进去1毫米左右，这样呢，因为它不对下一层做支撑。这样呢，压的也比较牢，线也不会塌。我们中间也不要留缝隙了，是吧？好嘞，现在咱们继续开始要啊。我们这样就用手挡着这个轮就行了。哎呦，坏了坏了坏了！这一说话一走神儿，跑偏了，是不是？跑偏怎么办？我们就得弄回来了吗？所以有时候不能分神，这一分神呢，你就要出错。那没事儿，我们把它要回来哈。但是咱说，就作为最后一层的话，就要乱也不太要紧，但是要出来的变压器它不板正不好看，是吧？那么，如果线我们排好了，我们的力度掌握均匀的话，那么要出来的线圈它成方形的。如果我们力度掌握不均匀，那么越往外要，它这个变压器就要变形，就要变成什么了？变成圆形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做事呢。该什么？该认真呗，是不是？你要不认真的话，你欺骗他一会儿，他欺骗你一生，是不是？我们挡住，继续。这块有点没拍好哈，这坏了，这喝点酒怎么手还那么稳呢？那么我们不管了，因为是最后一层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不需要。所以古语说"一心不可二用"在这儿，你一边说话一边要线，你看难免要走神儿。这一走神儿呢，你这个手就没数，是吧？你手上一没准了，那么你欺骗了他，他就会欺骗你。你看这个地方，是吧？最后一层不要紧了。好嘞，我们也不要要到边儿，要比以前呢要多留出来一点儿。好嘞，那么这样呢，因为前期呢，咱们说。一说话一分神儿，就是手
这个手来回摆这个线的呢，就是不那么均匀，那么中间就出了缝隙了，是吧？我们不用管它，因为是最后一层了，它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，我们就是什么，用这个电容纸再给它垫起来。因为说这个纸我们看到它那个有那个裂的地方，我们这块多垫一层，要把这个纸拉匀，是吧？好嘞，我们也不差这点纸了，就给它全垫好吧。那么我们接着绕，把这个轴还得松开。松开以后呢，我们给它爬上两圈，要不这圈你直接绕的话，它有可能绕不匀，是吧？那么这块就我们就多留点了。多留点的什么，它就压不塌，是不是？因为上面在上面没有需要它做支撑的东西了。好，把轴推进去，锁死。继续开绕。哎，又跑了。你看，就点根烟的功夫，他就跑了啊。这不行了，这跑太远了，跑太远了就不行了哈。如果跑得近点没事儿，我还要把它抽出来。要少跑点不要紧，是不是？你别跑太远，跑太远了以后，好了，麻烦，我这要有倒转就好了哈。
我就坏了，这什么东西是？这把逼住他，扒好了，别让他跑了啊！还跑还跑，跑跑吧！我这个还得改呀，因为控制交流的电容充的电，就把开关断开以后，它要转一段时间，所以等到如果把开关给它改到那个滤波之后，那么断电以后，它就不会那个产生这么大的惯性了。好嘞，我们继续。你看，你用手扶住了哈，线拍好了，它就不会产生这种现象了。刚夸完自己，他又出错了。出错不要紧啊，我们给他倒回来。哟啊，轮没抽出来，你怎么倒啊？那么现在呢，它已经到边了，是不是啊？到边了以后，我们再给它，我看现在差不多，两边距离差不多呢，我们再找电容纸。这没有长的了，没有长的怎么办？用短的接呗，哈。你这不够一圈呢，不够一圈没事啊，这不还有个长的吗？把这长的接上，它就够了，是不是？勤俭是我们的光荣本色。这个也是，它有一块又断了，断了也没事啊，因为靠近最外层了。咱们只要是能把它绝缘处理好就可以。
拉平，慢点拉，因为这个纸它那个有坏的地方是吧？哎，好嘞，包住了。包住以后，我们还是先给它绕上几圈。好了，继续。又跑了。我后面这个螺丝应该弄一个那什么，弄一个带那个横横梁的，等再松它前儿，就能省点事儿了。等到要把它改成倒顺的，那么它就会更轻松了，我就不用来回倒它了，是吧？只要倒顺开关一打，好嘞。他要跑啊！这份我给他扶好他，我先点上烟吧，要不待会儿点烟他又跑了。哎，我看看，扎数够不够啊？我算一下啊。
哎，够了。那么这个闸数已经够了，那么现在也余出一些，这个我们不用管了。这就是什么？当时我们还没算好，如果两边我们再稍微往里来点，那么它就不会余出来这些。但是这是最后一层，就是余出来也不要紧，是吧？我们只要把线接好就可以了。好嘞。那么这个视频呢，20多分钟了，我们那个就到此。那下一个视频呢，我们就把它拿出来接线，接完线以后。我们插片，插完片以后进蜡。好嘞，再见。